看看新闻网。11月11日将与霍启刚完婚的跳水公主郭晶晶前晚接受意大利高级时装品牌邀请出席派对，虽然封口不谈婚事，但全程露出甜美笑容，难掩幸福喜悦。晚上11时活动完结后，郭晶晶马上由豪华7人车接载，并直接驶入位于沙宣道的霍家大宅。坐在车内的她表情十分淡定，高调的登堂入室，相当有豪门少奶奶气派。而听闻霍启刚与郭晶晶喜讯的长辈好友谢玲玲表示，还没有收到对方的请帖，也不知道婚宴的确切日期，但早就有心准备送上红包和祝福给这对新人了。如今谢玲玲的儿子也到了适婚的年龄，开明的他坦言不爱干预儿子感情的事，但他也确实着急，想着早日能够见到儿媳妇儿。如果他请我的话，那我觉得是送给他们红包是最好，因为他们可以买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儿子我想都31岁了，那都有朋友，但是有没有可以结婚的呢，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他来找我的话，我一定会给一点意见，但是主要还是以他们的意见为意见，对，因为生活是他们自己的。